士兵，后会有期。我叫孝儿，马迪亚斯·孝儿。 需要先选定目标。嘿，后会有期。 命运在对我们微笑，以圣光之名击溃敌人。我知道艾旭凡有多狡诈，但是没想到他居然跟部落勾结。野心总是会让人变了心性。等等，好像有人来了。给我出来！不错嘛，少儿。所有人，快退一下。 说明你的来意，瓦利拉，快点！我有个消息要告诉海军总帅，我们能相信他吗？瓦里安相信他。好吧，那我就听听看他要说什么。我们都是联盟的子民。 又干活了，随时保持警戒。我忠于自我。再见。我就来听听你要说的消息。贝恩写提，小弥补大酋长对你们所做的事。他想私下跟你见面，地点在塞拉摩岸边。部落做了这些伤天害理的事。 你居然还有胆子提到女妖之王在各个地方都有眼线，塞拉摩是少数几个他没有找人监视的地方之一。珍娜女士，瓦利拉是跟瓦里安国王非常亲近的朋友。如果他说贝恩这么做是要对抗希瓦纳斯，我相信他所言不虚。你或许不相信我，海军总帅，但安杜因国王可以为我和贝恩担保。 真正的战斗即将到来，知道该做什么。部落注定灭亡，我就觉得你在偷看我。
我们不能让世界堕入黑暗。联盟屹立不摇。珍娜女士，距离上次在塞拉摩碰面已经好久了。塞拉摩不存在了，你找我来不是来叙旧的吧？不，我带了一位迷失已久的故人回来。德瑞克，我的亲哥哥。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贝恩，你说他也是女妖之王的傀儡，全身灌满了荒野吗？这次的炸弹是他吗？没错，原本是这样，但贝恩在我被控制前救了我，没有让希瓦纳斯得逞，我还是你哥哥珍娜，像星光永远不会变。为什么部落里面出了问题，我们点燃了战火，却任由大地之母死去，我们忘了真正重要的东西，我的心再也无法忍受了。希瓦纳斯一定会杀了你，恐怕还会牵连更多人。一旦失去自我，活着也没有任何意义。我得回去了，我会珍惜与家人相聚的这段时光，希望你也能好好的珍惜。谢谢。真的，我不敢相信这真的是你。我出航的时候你还是个孩子，现在，哼，已经是海军总帅了。要怎么样才能结束这场？有件事我一定要告诉你。我知道父亲的事，部落的人想骗我，要我跟你作对。不过贝恩跟我说了事情的经过。你、坦德瑞和母亲经历了这么多事，我很高兴你们又能团聚了。但是，珍娜，我以后怎么办？我不知道，但我们会一起找到答案的。我回不了家了，真的。不，只是暂时的。但我认识经历过相同处境的人，我相信他们可以帮助你。你会陪我一起吗，珍娜？我不知道能不能一个人面对这些事。那当然，德瑞克。无论有什么困难，我们一家人都会一起面对。我到底变成什么了？要怎么样才能结束这场噩梦？我到底变成什么了？要怎么样才能结束这场噩梦？我们在阴影中作战，任务还没完成。声名远播，
圣光与你同在。你声名远播，我们的任务才刚开始。现在不是做梦的时候了，不要轻易相信别人。喂，你好啊。各位友情，先选定目标。敬礼。我们的武器说不上厉害，所以只能见机行事，想办法对敌人造成重创，然后在他们反应过来以前赶快逃走。好吧。我能帮你什么忙吗？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我没有目标。我叫孝儿，马迪亚斯·孝儿，随时保持警戒。我有个不太好的消息，看来我们之中有叛徒。你们多数人都不用担心，不过德瑞克·普劳德摩尔可不是自己逃回库尔提拉斯的，他一定不是独自行动。泽林，我住手！是我把普劳德摩尔送回他的家人身边，你也把他变成被遗忘者。不过，你不打算给他自由意志，你
你想控制他的心灵？我不能袖手旁观，眼看部落的人堕落到这个地步。感谢你这么坦诚。女妖，难道我们都只是你手中的棋子？是你背叛了部落？不，背叛的是他，还有你。把他带走。其他人也会看清你的真面目，希瓦纳斯，你会毁了整个部落。软弱的家伙在部落无容身之处，别忘了你们的忠诚。即使以那个女妖的标准来说，这也太残酷了。她这么做是为了让部落的成员知道，她绝对不容许任何反抗行为。你先回去向海军总帅报告，我晚点会自己想办法回去。我们不能让世界堕入黑暗。贝恩送德瑞克回来，展现出同情心和荣誉感。我担心他会因此赔上一条命。我曾经同情希瓦纳斯被阿萨斯折磨的遭遇，不过他早就不再是当年的那个英雄了。或许部落的成员也会明白这一点吧。想结束这场战争的话，就一定要解决他。